咱即日要来读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十到二十一节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十到二十一节。伫下学本的圣经是348面吼，啊有圣经的请献圣献归圣经。我用台语来读。所听兄弟啊，咱着三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来，既若听是对上帝生，搁捌上帝。无听的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差伊独生的子入世间，予咱对伊来活。上帝的听对这个显明伫咱第十节，毋是咱捌听上帝，是伊捌听咱，找伊的子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罪。听就是伫这个下所听的兄弟啊，上帝若听咱到安尼，就咱也着三听。十二节，将来未有人看见上帝。咱若三听，就上帝点伫咱，也伊的听完全伫咱。十三节，伊已经用伊的神收束咱，咱对安尼知，咱点伫伊，也伊点伫咱。父找伊的子做世间的救主，阮捌看见上帝也做干净。既然认耶稣做上帝的子的，就上帝点伫伊，伊也点伫上帝。十六节，上帝所听咱的，咱也知也信。上帝就是听，个人点伫听，就是点伫上帝，上帝也点伫伊。对安尼听，真最完全伫咱，互咱点审判的日话好当。因为伊什么款，咱伫世间也安尼。十八节，伫听的内面无惊吓，独独焦灼的听，赶出惊吓，因为惊吓就有刑罚。既若惊吓的伫听未有焦灼，咱有听，因为伊先代，伊先听咱。二十节。若有人讲我听上帝，也万分伊的兄弟，就是白贼的，因为无听所有看见的兄弟的，就袂听所未看见的上帝。听上帝的，也着听伊的兄弟，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。愿今仔去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，咱即条要请牧师来讲道。诶，祝平安。咱两三礼拜之前开始讲到约翰的批信，约翰的真侪的甲咱介绍的对上帝了解一寡名词吼，真特别。会记咱第一礼拜讲到讲神，伊讲神是光，对吧吼？然后咱讲讲神是生命、活命。即礼拜要讲的讲神是爱，哦。啊，我今日要用一个较。因为这是咱们较一致吼，我无用咱台语的上迄个上帝版的圣经讲上帝是听，咱用神是爱这句话来为头到尾来讲。想要讲神是爱呢，因为这个原文内面这个爱是阿加佩，不是人中间的听，是上帝的爱。好，所以呢，用这个观念甲大家分享。其实约翰的这个批信中间呢，咱拢从了解讲约翰。当咱咧读福音书的时阵，伊是讲是一个爱的福音，对无吼？伊真强调迄个神的爱。伫这个推信的时阵嘛是同款，特别伫这个神是光，神是生命，来到这个神是爱的时阵呢，伊甲咱讲出一个哦，予咱足丰富的心中突然间开起安尼，一个真予咱真新鲜的一个听。咱来看吼，伊这第一章。我今日通过即个第七节到十二十一节吼，分三段吼。第一段是为第七节开始甲讲讲神神爱咱吼。第二讲神甲同在是对十一节，十七节以后我就讲神互咱无法度去爱吼。来，咱先看即个第七节到即个第十节，先读即个第七节，互你真侪听吼。
伊讲亲爱的兄弟啊，咱就爱彼此相听，因为这个爱是对上帝来，所以伊才甲咱讲哦，讲咱人哦，唔是甲动物同款，咱人有法度去爱别人，去疼别人，因为咱有一个无同款的这个爱是对来呢，是对上帝来。你知咱人想要讲咱出世了，咱领受父母的疼，结果咱来去爱别人。咱甚至咱交朋友、结婚了后，咱有子儿孙，咱疼咱的厝里的人，这款人的疼吼，人拢一直愿意去做，敢不是？吼、哦，甚至咱即卖咧辅导一寡少年人讲，伊着爱怎样去交朋友啊吼、哦？但是有时伊嘛看到讲啊，真侪较无好的一个结局，但是伊嘛是足勇敢的讲，我要去恋爱，我要去结婚。想要人有这款的需要，就是因为咱人是一个上帝，予咱伫内中有一个需要，这个疼，需要别人的疼，嘛需要去疼别人。一句话，过去一句话讲，又期待又怕受伤害，噶不是？就是安尼吼。虽然知影讲有时我怎啊为着这个人付出的时阵去疼这个人时，到一个程度，咱就会受伤害。刚才我疼伊。比伊听我较济，吼、哦，有时安尼阵，咱就失望，对无吼，嘛受伤害，吼、哦，也是讲，咱听伊的方式，甲伊听我的方式无同，所以人甲人中间，不管是男女朋友，不管是阿仔某，不管是爸仔囝，也是老母甲查某囝，这中间的关系是真复杂的，因为人真复杂，因为人拢无同，所以人。讲着疼的时阵，袂使用这个动物性的疼来看。伊讲哦，爸母总绝对是疼囝儿，爸母疼囝儿的方法有几多种。出去呾用的是啊，知影讲，当咱信主了，咱有另外一个能力帮助咱，就是一个无同款的一个疼。这个疼爱知影，毋是感情是感情感官的层次的，人甲人中间的疼。不管你信主无信主，你拢会使感受到。你好好款，好好来对待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嘛好好对待你。这款普通中间的感情，拢是存在的。但是约翰伊才讲的，唔是这款人的中间的人感情上的疼。伊所讲的是甚物？因为讲这个爱是对神来的，所以伊讲的这个爱是甚物？是属灵的疼，灵性的爱。我讲一摆吼。其实所讲的，咱基督徒所有的这个爱，唔是感情上的爱，而且讲的爱是一个灵性上的爱。主要是灵性上的爱的时，你主要无属于上帝阿所，咱讲有这个灵性。所以继续马上讲啊，讲既然有疼心的，拢是对神来生的哦，伊唔是讲对神来哦，对神来生出来。所以这句话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说你来先顶头生在上帝里面的时候，才有这个上帝这款的疼。咱今天怎么没有在神里面生出来？咱如果说咱甚至来教会，但是咱如果没有信耶稣，没有顶头生，没有受洗礼，吃做他的儿子的时候，咱在教会里面较怎样出入，跟人计较，跟人来做伙来生活，中间迄个感情、迄、那个爱，只是人的定数啊，尔。但是，今仔是为神来生出来的人，你就有这个能力来活出上帝这个疼，对一个 love 来到一个 agape 这个疼的定数。唔但是安尼，佫就讲哦，对神的心，并且甚物，认捌神。所以一个人有疼无疼，毋是这个人是一个真有爱心的人，也是讲这个人是真好、真 nice 的人，这个人也是真愿意包容、愿意共体贴的人。其实约翰讲，毋是这款的，毋是这款的条件。这个人我都疼，我都真正互人感受到上帝要互咱的这个疼的人呢，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一个有疼。顶头生，佮认捌上帝，读圣经、祈祷，咧跟对上帝啦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性的，主要是一个属灵性的听的时阵，咱在我再袂片面讲，
又爱又期待又怕受伤害这款的真让我们感觉真艰苦的一个困难。所以才讲到讲这个顶生顶头生甲这个认捌上帝，就是讲到讲一个人爱相信耶稣，爱相信耶稣了后，啊，佫甲认捌上帝，意思讲爱甲上帝建立一个真了解上帝的本性，认捌上帝这款本性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总有一个无信耶稣的人，顺咧因就唔知影甚物款是神的疼。啥物了解神的疼呢？伊继续讲，伊讲吼，无疼心的就无认捌上帝，因为神就是疼。你若无认捌这位神，你唔知影甚物真正是甚物是叫做上帝的爱。你若讲我爱你，若无认捌上帝，你爱这个人就是照你的本性去爱，唔是照上帝的爱。本性去爱，是照咱人的本性去爱。啊，你讲我要啊知影上帝的疼，就爱去看圣经。圣经内面讲讲上帝怎样疼咱。第三章哪讲？讲伊差遣伊的独生子来到世间，予咱借着伊得着生命。上帝差独生子来到世间，这件事就是证明咱的神要爱咱。所以你有时讲，牧师啊，你咧讲咱的上帝听我，上帝我看袂到，上帝我感受袂到。你做阿公，我去来教会内面的时，你讲讲上帝听我，通过这个百姓，上帝百姓兄弟姊妹对我的关心，嘿，牧师啊，这我感受会到呢，这才是听呢。但是才阿公讲，讲这不是兄弟姊妹中间对咱的听。不是证明咱的上帝疼人的证据，上帝证明伊家己疼咱的唯一的证据是甚物？就是伊找伊的独生子来到世间。这边要了解，伊讲我两千年的代志，我也无看去。第一，我唔知影这两千年前定义是伫个这耶稣就是上帝独生子，我唔知影讲这个定义是伫个这个讲是上帝独生子的耶稣就是神。啊，我嘛无看去，两千年前的代志，我们要感受着讲上帝的疼。兄弟姊妹，你想看卖吼？我举一个例，咱今仔咱拢有囡仔吼，咱有家己孙吼，咱的囝也是咱的孙，阵若有需要的时阵，你有愿意帮助伊无？咱甚至到一个程度，阵若讲咱有一摆，阵若讲咱的家己孙，咱的囝。有甚物困难，咱不但愿意帮助伊，甚至咱怎讲摕咱的性命来换伊的性命的时阵，你愿意无？当然愿意啊，敢毋是？所以你敢会去街路看一个人需要，伊就为着伊来帮助伊，甚至安那为着伊来换用你的性命来换伊的性命？你敢会对你的厝边的囝儿做这款的代志？绝对袂啊！你只有独独对你家己的囝。只好做一款代志，敢毋是？所以，你甲你的囝中间，迄、那个爱，就是上帝在讲，互咱提升这个爱。你唔通想讲，我伫兄弟来教会中间，我听兄弟姊妹这个听，有人感受着上帝的听。你若有法度从教会兄弟姊妹当作你家己的囝，安尼去爱的时阵，只好都互人去体会到上帝的听。这是真困难的。上帝不但将伊的独生子找去世间，为着咱来死，咱拢真清楚知影，伊所找的这个世间主耶稣嘛是神，是不是？意思讲什么？伊不但是将伊上爱的子给咱，伊是一个将家己，因为主耶稣嘛是神，伊嘛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精神，伊将伊家己给咱。这就是上帝的疼，下命的疼，这要凭信心去接受。所以你讲我今仔怎啊无凭信心去接受上帝对我的疼？我敢要去感受，要去体会的时阵呢，迄程度拢无同。你怎啊讲我今仔无认捌耶稣，我无一个顶头生的性命，我甲上帝无一个个人认捌的关系的时阵，我只有来到教会中间。通过兄弟姊妹中间对我的疼，啊，我就认为讲，哦，这个是上帝的疼，所以你照这个疼去疼你的外亲人，照你的边仔的人的时，
这个听不是约翰在讲的那个上帝听，你得爱自己啊，跟上帝有关系，通过咱的信心来领受上帝在永恒中间，在2000年中间，为着咱所赦免的那个听，咱才跟伊有分，咱才好多真正去体会、去活出那个耶稣基督新的听。另外，继续讲吼，伊讲咱爱要知影这款的听的时阵，咱才有这个真正的听心。第三嘛讲啊，无有听心的就无认捌上帝。所以咱今日就爱心认捌上帝，领受上帝听了，不是领受兄弟姊妹听哦，领受上帝听了，你才有法度来安怎去听别人，心领受上帝听。我最近有个counsel一挂少年人，咱知影少年人真侪人是家己来个美国读册吼，甲爸母的关系嘛是拢真需要指导，因为啊远远甲爸母无伫咧，所以当我讲较亲，就是讲真侪人无感受着讲伊是受爱，甲爸母中间的关系较紧张。尤其咱台湾人，咱有时咱带咱的教育咱的囝儿的时阵是较严格啊吼，所以有时咱的囡仔有时真无多体会咱的心，哦，啊伊要去帮助因，你知啊？你的爸母实际上是疼你的，伊想要疼我，咱甲安尼从，甲我囥伫美国啊一个人，啊是讲对我有一寡期待要求，就最近就有一个学生讲。我已经照我爸母的意思来美国读册啊，吼，阿妈读毕业嘛吼，但是我爱回去厝的，甲我爸母做伙享受这个家庭的温暖。想要来叫我留去美国，等下做事业，想要来爱我去美国读这个石头路，想要我的阿姐无需要，想要我阿哥无需要，因就我都去厝里享受爸母对伊的疼。想要我来去美国，一个人伫遮来找头路过生活。伊是通过爸母的期待，甚至是爸母的要求。爸母讲这是为着你好的啊，但是囡仔无法度体会。啊，尤其咱台湾即卖的囡仔吼，有一句话咱较捌听的吼，叫做草莓族无。伊想讲这个囡仔真无经过甚物困难，因种爱是一种较在乎的，毋是事业的成功，你知毋知？即卖少年人较在乎的是甚物？是因所爱迄个生活的环境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，他就较无多体会到你的爸母的疼。我来甲伊讲，你得爱先去体会爸母的疼，唔是爸母对你期待，是爸母对你的疼。上帝嘛是同款，你若是讲我今仔要甲上帝建立一个关系，你要了解上什么款的方式在疼咱。上帝是甲咱同在。来，我现在讲我亲自来先看下卡这个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。上帝对咱的听体会表现是甚物方式呢？伊讲，伊看十一章吼，神既然是这款的听咱，咱就爱彼此相听。无人见过神，无人见过上帝，但是咱若彼此相听，神就住伫咱内面，听伊的心伫咱内面就完全点伫咱内面。这句话是约翰常咧讲的吼，伊看伊后面书就讲真济啊吼，伊批信嘛是讲。上帝今仔疼咱，伊甲咱做伙呢。上帝毋是疼咱啊，高高伫天顶哦。上帝甲咱做伙，啊，伊这做伙，咱要怎体会着呢？照约翰这这个批信所讲的，有通过四个方面，四个 key word， 互咱知讲，啥物上帝安怎甲咱同在？第一是在二在，即个讲，咱若彼此相疼，神就带伊咱内面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十三节。伊讲，伊将伊的灵赐予咱，圣灵甲咱同在的时阵，咱就知影上帝甲咱同在，上帝听咱。第，或者第三个就是伊第，第十四章到十五章，伊讲哦，这是咱所看见、所见证的。所以意思讲，见证就是圣经的话，咱若通过许多的见证。圣经的话来认拜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上帝就跟咱同在。第四个就是什么呢？第十六节，伊讲
咱怎啊？咱若是上帝疼咱的心，咱也知神是爱，点伊是听内面的，就是点伊是内面，上帝点伊内面。这讲的是意思，讲是咱来信靠上帝，点伫主的内面。所以这四个简单讲的是讲，咱要知影这个神是疼咱，除去讲咱信靠耶稣，为着咱死于死的死于地点，是上帝差遣伊的独生子，为咱死以外呢，咱怎啊认捌圣经？常常时时读圣经，另外照圣经的话讲的教示，彼此相听，互圣灵帮助咱，啊，咱愿意信靠伊，带伊的听面，安尼咱就知上帝伫咱中间，上帝听伫咱中间。学生，我头下讲学生毋是共款，你的爸母无甲你带做伙，但是明仔载你的爸母听你。你爸母关心你，你今仔只大个厝嘛是爸母甲你买，你即马再赛车嘛是爸母甲你买，顶顶顶顶。虽然我爸母无甲你住做伙，但是你完全无离开上帝，而离开你爸母对你的保守甲照顾。同款，咱今仔去体会上帝听，就通过这四点。所以讲，我今仔怎啊讲来到教会中间，我只有从我的需要甲兄弟姊妹讲，然后呢？领受上，领受下下来，姊妹对我的疼，安尼是无够呀的，因为这是有限的呢。咱唔通伫人的内面去期待上帝的本性，咱会失望。头先我讲的，爱人啊人中间的爱，会既期待又受伤害，因为人做袂到。亲像咱无法度为着咱的厝边，亲像爱咱的厝边，亲像爱咱的囝同款。但是姊妹对咱中间的关心，有时嘛无照咱的期待安尼。但是上帝的话是不落空的，所以你来读圣经，你来祈祷，你来尝试寻求圣灵的帮助，你来彼此相听。安尼做的时阵呢，咱就知。上帝跟咱同在，你就会时时感受讲上帝在听我，甚至无人伫你四周围，甚至于你无甲别人分享你的困难，甚至于你无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你嘛知影咱的上帝疼咱，袂离开咱。继续来健康，来到第17-21节，这是今日的重点吼。咱知影上帝疼咱。咱知影上帝通疼咱的是表现伫伊甲咱的同在，甲咱甲伊的同在，了后就予咱会法度做下骹这两项事，在17-21节各落两件事。第一个就是神予咱有法度疼，受下罪的需要。咱来看这个17节吼，这样疼伫咱内面得到完全，咱就去审判日子无惊吓。因为伊如何，咱伫这世间就嘛如何。18节，伊听面无惊吓，听得到完全就从惊吓拄去。因为惊吓内面有刑罚，惊吓的人去爱无得到完全，爱中没有恐惧。咱即件咱先拍摄，我要请兄弟姊妹想一件代志，咱要去怎样看一个、听一个无看见的上帝？啊，咱要怎样去照上帝的话去听一个，不是咱亲人的兄弟姊妹？除非咱有领受上帝的听，啊，你领受上帝的听，是领受听伫什么人顶关？咱啊，敢毋是？咱家己爱心体会着上帝听，丰丰富富，咱才有开来去听别人。咱来看一个圣经章哦，咱请咱做个掀开哦，一定要掀开哦，这真简单，但是，互你有一个加深印象。伫马可福音的12章31节，全本圣经会使讲上要紧的一节圣经章，马可福音12章31节，伫只一个文书来问耶稣讲。圣经里面上大的概念是甚物？伊安怎讲？马可12章31节讲，30节讲，第一就是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心，是不是？
第二句话讲什么？基础就是爱，爱人如己。我听我讲讲一摆吼，咱简单讲就是讲爱神，是不是？然后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我唱名下来，因为这是中间有几个爱，还是讲爱的对象有几个？你说来粗粗看是一个爱神，对不对？第二是啥？爱人，爱灵，爱人，是不是？唔通袂记得哦。爱人如什么？如己哦。所以正确的处事是啥物？先爱上帝，然后爱啥物人？爱家己，爱己，然后再啥物？爱人。你说我多爱己，你咪讲爱人如己，你如什么？你说啊，无好看待家己，无看重家己，无爱家己的时阵，你讲爱别人，亲像爱家己，啊，你就无爱家己，所以爱别人嘛是假的啊。啊，你怎啊爱家己？就是爱知影讲，虽然我是无完全的人，虽然我是有欠亏的人，虽然我是常常是犯罪的人，常常是我嘛是无法度照我所爱的去做。像保罗讲的，我心中所慕望的神，我唔去做，迄、那个歹我都去做。像保罗这样追求的人，伊就讲伊唔是完全，伊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是不是？所以虽然这款的人，伊比人搁较好啊，但是虽然像保罗这款的人，伊嘛爱学习什么？上帝疼伊，赦免伊的罪，去上帝眼光中间，保罗是一个完全。一个上帝的儿女，啊！希望咱坐坐，咱即摆疼人疼到无够完全，就是因为咱疼家己无够完全，咱感觉家己无好。咱去爸母面前，爸母对咱的期待，咱做无够，咱感觉真 guilty。爸母对咱的要求，咱无法度做，啊！是讲翁仔某中间。有时先生感觉太太所做的无够，无够来体贴伊。啊，有时太太讲，亲像太太认为讲，哦，我来做遮济遮济的事，才好度来去取悦他，才互伊欢喜。所以，常常是咱人啊人中间的疼，就是建立什么，感觉家己无够呀，感觉家己爱做较济。这毋是伊上帝内面的疼。迄种是咩？迄种惊吓，不管是恐惧，不管是罪恶感，顶顶顶顶，拢唔是出自上帝。咱做啊真正了受上帝疼的时阵，头拄啊倒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七来讲，伊疼内面咱就完全了。当耶稣基督伫2000年前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你甲我，咱就完全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俄罗斯。不管我怎样的无够呀，不管我怎样的有缺点，但是伫疼我的上帝面前，我是 perfect 的，我是完全的，这是上帝讲的话。所以讲你安尼，你伫上帝面前唔通惊吓，有惊吓的人就无伫上帝疼内面。所以你总安尼疼家己，唔通看轻家己。上帝无看轻咱，咱是安尼看轻家己。咱无够完全，咱伫咱的先生面前，伫咱的太太面前，伫咱爸母面前，伫咱的囝儿面前，咱无做到完全。咱毋是一个perfect 的丈夫，毋是一个 perfect 的太太，毋是一个 perfect 的囝儿，甚至毋是一个 perfect 的老爸，毋是一个 perfect 的老母，袂要紧。咱有欠过，上帝帮助咱。等咱有这款的上帝疼充满咱的时，咱去看别人的时，嘛袂去看到伊的缺点。你照伊，上帝创造伊来接纳伊，来疼伊，迄个真正的疼，真正的疼是甚物？就是我伫你面前，我无需要假，我不要假装，我不是要去取悦你。我是心快的人，我来到你面前，你就接纳我。所以感觉超容易，因为我无需要你面前来去用一个惊吓的心，将我家己变作当亲像足完全，无需要，迄个是真正的疼。所以兄弟姊妹中间，
咱怎啊较侪感受家己的欠缺，较侪领受上帝祝福的时，较侪领受上帝的完全的帮助的时，当你看兄弟姊妹的时，你看兄弟姊妹中间的缺点，伊袂去 fault finding， 袂去找人的麻烦，啥物？因为知影家己嘛是欠缺。啊，这个兄弟讲话拢也乌白讲，你家己讲话有时嘛是乌白讲。啊，上你家己讲话乌白讲的时，兄上帝怎样帮助咱？所以照上帝帮助咱的去帮助迄个兄弟。所以你若无信仰受，无有惊吓的上帝的疼的时，你无法度去疼别人。所以爱心照上帝的疼的爱心，然后先爱家己。今仔牧师要甲咱分享的，毋是讲叫你先去爱人，先爱你家己。你得先爱你家己，看你家己是宝贝，看你家己是上帝所爱，唔通有惊吓。去爱中间袂使有惊吓，有惊吓你就无踮伫主的内面。通过这块的明白，咱都在看约翰一书的第七章的二十节了。咱做多去爱咱的兄弟姊妹，第十九节讲。咱爱，因为神先爱咱。人若讲我爱神，却恨伊的兄弟，就是讲白贼的。无爱伊所看见，无爱伊看会见的兄弟，就无得爱迄个无看见的上帝。爱神的爱兄弟，这是咱对神所受的命令。你看嘛，命令哦，这毋是，这是命令哦。意思是讲啥物？照上帝话去做的。今仔日咱家己敢有，咱家己敢有好，是一个完全的人无啊？啊！我家己就感觉家己足侪缺点，我啥来去面上帝面前，我袂惊呀，因为上帝的命令啊，上帝甲我讲，你的罪滴到下面啦，你伫我面前已经完全啦。我是因为信靠上帝的话，我都重新建立我家己，重新来听我家己。同款嘞，我去听别人嘛，毋是照这个人对我好或歹去听伊，啊，毋是照讲我有这困难去听伊也无困，完全是啥物？照上帝的话，上帝叫我去听伊，我就去听伊。你知影咱这个教会中间吼，人啊人中间的关系是上复杂的。教会这个生态吼，有爸仔囝有无吼？因为教会拢啊几落代同堂的嘛吼，啊有阿公阿嬷的关系，啊有真侪亲戚朋友的关系，啊有同事的关系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以前伫迄、那个我以前的教会内面有一个。一对妇女吼，老爸是迄个师大的心理系的主任，心理学系的主任，爱退休来美国，爱查某囝嘛是正好读册，嘛是读到台大，啊，伊嘛是读心理学，啊是心理学教授，啊来到美国嘛，嘛是做心理学教授，嘛是去美国继续读，啊我就问伊啊。我讲教会中间哦，有时常常是一挂产生的问题，我实在是未了解。我看请你甲我解答一下。伊甲我讲，咱教会吼，亲像一个叫做 ecosystem， 一个生态，新块的生态。有人，尤其咱这个移民的教会特别是安尼。伊讲吼，有时咱是社会中间，因为咱是 minority， 咱有时要追求成就，较无遐容易。哦，所以呢，真侪心内中间的一个委屈，心内中间的一个挫折，有时会反映在咱的生活中间。啊，来到这个教会中间的时阵呢，咱去教会得到兄弟姊妹的接纳，比起咱去公司，比咱去社会中间受到的接纳，较亲切、较济。啊，不管咱是好或歹。尤其咱圣经甲咱教导讲，人来到教会中间，咱就好心来款待伊，来接纳伊，毋忘伊，我都信耶稣，对无吼？毋忘咱好彼此鼓励，灵命成长。所以有时就产生现象是，人来到教会中间的时阵，伊社会中唔敢做的事，伊教会人敢做。伊社会中间甲人啊人中间唔敢讲的话，伊教会敢讲。啊，讲了后咧，得罪别人了后。记得不记得来下面讲，圣经甲我讲的啊，咱就爱来接纳下面咱兄弟姊妹，听咱兄弟姊妹。所以渐渐，这个封闭式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教会生态呢，产生一种
稍微有一点点病态的 ecosystem， 所以产生一挂真怪的问题。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兄弟啊，伊是第三代基督徒，照理讲对圣经真明白的，但是来教会中间的时阵就犯罪，啊，去骗人的 social security 的物件，啊，帮人家办假结婚，甚至犯罪犯到一个程度啊，犯法律上的罪呢。哦啊，之后我只好甲伊请伊入去教会，讲你这你来到一教会的时阵，社会人讲哦，恁教会在接纳这款的人，啊，我唔敢去恁教会，到这种程度，所以我只好请他离开。但是过无偌久，伊阁倒转来，哎，倒等伊倒转来的时阵，伊伫咱中间做礼拜的时阵，你是要安怎？你敢要甲伊赶出去哦？伊只好讲要来，而且求上帝赦免。啊，有一摆真正安尼啊，有一摆真正请伊离开了，伊就安尼过半年了，怎啊？老目屎咧，痛不流涕，佫行倒来去教会，当呾坐遐，啊，甚至礼拜刷阵，徛伫走廊中间，一直老目屎，一直老目屎，讲无输啊，上帝来宽容我，啊，只好过接受伊啊，佮毋是。所以，伊讲，我迄个心理学教授，伊个妇女讲，甲我启示，甲我讲的是讲，咱人有需要，真正去体会到即款的接纳的时。咱做阿多去体会讲上帝听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但是咱来记，咱今仔日所领受的是上帝对咱的罪赦免。咱来期待的是甚物？是，予咱变作一个领受稳定的人，唔是讲伫人中间得到接纳。咱有时为着要完全父母对咱的期待，一心活在什么父母的阴影之下。所以咱今日去看待咱的上帝的时阵，嘛把咱的上帝当作咱的老爸共款。咱想讲，我来去讨好咱的上帝，来去做咱上帝爱咱做的事，亲像我的老爸对我的期待，安尼我才做一个好的查某囝，我才一个好的囝，无需要安尼。上帝不是咱父母的这个父母。同款，咱对咱的囝，咱囝，咱每一人当初做老爸的时阵，拢是第一摆做老爸啊，噶毋是？甚物人话讲我做老爸的时阵，我就足有经验啊。所以咱甲咱的囝中间，甲咱的查某囝中间，有当时咱嘛毋知要好好来去引带因教导伊啊，我们也会 make mistake 啊。当咱犯了这个错误的时阵，唔通将迄个错误藏在咱的心中，成做咱甲这个囝儿。永远的阴影在那里，这是跟我们中间那个关系就不对了。虽然我们有时对不起我们的孩子，对不起我们的查某囝，虽然不敢跟他太过，不敢说他什么较重的话，但是有一天他只要做不对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来引带他？但是因为我们对他有罪恶感，他是不敢说，这是人的疼。但上帝对咱的疼的时阵，上帝爱咱，但是上帝变成犯罪的时阵，上帝怎样做？同款管教伊的囝儿啊，敢毋是？迄只是上帝的疼。所以当迄个我才讲，当迄个兄弟行到这个教会中间的时阵，伊所期待的是甚物？伊在真正疼一个兄弟的时阵，主要犯唔对，你得爱给讲出来。虽然中间虽然讲来咧，咱中间啊，咱甲姊妹间互相安尼加势，也是讲讲别人的闲话，这敢是疼？这唔是疼哦，这绝对唔是疼哦，那是人中间的容忍哦。所以你要疼别人之前，咱先疼家己。上帝够安尼款待你，上帝对你才有完全的赦免。所以你来从上帝听去赦别人的时，你才完全赦免别人，因为你领受上帝完全的赦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倒转个头前讲的开宗明义所讲的，加约翰所讲的这个爱，是灵性上的爱，不是感情上的爱，是灵性上的爱。咱来较侪读圣经，较侪祈祷。他一去活出上帝的疼，比主神疼的时候，伊才有真正去疼别人，不是嘴讲讲的。我有一个动机，大家拢愿意做。
咱每一个人的家庭，咱加减拢有一挂遗憾，敢毋是？啊，我毋知，不管你的遗憾是啥物，是阿母中间，还是甲爸母中间，还是甲个囝儿中间，伊都有遗憾。伊今仔日小等咱祈祷，你该上台祈祷，求主除去你内心那一块的罪恶感，让你完全。因为上帝看你是完全，然后你搁转去面对你所问题、爸母的问题的时，你就好多去解决。我昨下打电话，我妈妈89岁啊，明年要做90岁啊。我想我明年就要回去时阵，但是其实80岁的在这长的一个年月中间，我嘛感觉足亏欠的。我甲伊大日子无长啊。真正无断啊！我无虽然看法是同款，无虽然来到美国跟我做伙，20几岁就来，爸爸过身也无得转去，伊妹妹过身嘛无得转去，偌济偌济的亏欠，是不是？有时啊，咱嘛是同款，我囡仔的毕业典礼我无参加，还是讲都有甚物？我太太叫我爱做一项代志，我拢。还忽略掉，顶顶的人有足侪遗憾，这遗憾，咱爱先伫上帝面前得到完全的赦免。今仔的信息是讲，上帝照伊的爱，爱咱每一个人。在你的遗憾中间，上帝要赦免你，要爱你，让你有这个能力，让这个困难，照着上帝对你的赦免，可重新去面对。你遗憾的迄、那个，不管是爸母，不管是太太、先生，还是这囝儿，重新开始，我都重新去听。这才是约翰所讲的神的爱。我相信咱大家拢知影，上帝就听咱的，但是有领受圣灵的能力，用这个灵性的开展来去听别人。咱用一个祈祷来结束，咱请阿头来祈祷。爱先安静咱的心一分钟，好无？阿无出来带咱来祈祷。在咱的生活中间，有多一个角落，有多一个方面，咱想到着人，想到着艰苦心，想到咱就真惊吓。因为咱有亏欠，今日上帝会甲人讲，伊神的爱中间，你无可有惊吓，因为你伫上帝面前已经完全。像古西所讲的，无毫无责备，完全没有瑕疵。上帝听你到一个程度。为着你洗除一切的罪，包括咱个性上、行为上所犯的、所得罪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件事，在这个时阵，求主充满你的心，让你知上帝赦免你的罪。上帝不但赦免你的罪，洗除你一切的罪，到完全。你不需要在上帝面前惊吓，你不需要在人面前惊吓，因为上帝是这样的疼你，你就要相信伊，认捌伊，接受伊，你就顶头生的困难来去疼你所要疼的人。上帝通过这款的疼，重新来建造，来完全你所有一切的需要。在咱中间，有人还无信耶稣的无？伊愿望你有法度一个顶头生的生命，愿望你有法度去改变你真侪困难的人生的一个关系。伊爱信耶稣，爱靠耶稣的困难。咱中间有人还无顶头生，还无信耶稣的，你就爱先信耶稣。啊，是讲你信耶稣，你毋是亲像即款的明白。以前不是真正信耶稣，
伊就爱真正顶头生。然后咱一动来领受，主人对咱的下面帮助咱。阮坐宝座的主耶稣基督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予阮伫一生中间来蒙受济主你的祝福。但是阮知，阮心中深深的知，这一切毋是靠阮的才调，因为阮是有缺点的人，阮是无完全的人。这一切拢是主你所想出来的，主你对阮的爱是完全的。伊无爱阮，来自欺欺人，讲阮即马是教爷，实际上我有真济遗憾，我有真济所爱，我爱了阮的囝，我爱阮的查某囝，甲阮的关系搁较好，搁较我都来行去主你的道路。我爱阮的爸母，我都来信耶稣。我爱阮的阿妈某的关系，我都搁较来亲密。主这个东西，主啊，你嘛知影阮做袂到，主啊，伊知影阮的欠缺，主啊，求主你来赦免阮，求主你来帮助阮，照你的话语讲讲，予阮来领受你完全的爱，在你的中间，在你面前，无可有惊吓，因为在你，阮已经得到完全，阮只要照你对阮的。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阮的上帝，所以阮就好多来爱阮家己，来爱阮所爱的人。所以我唔是为着别人来付出，嘛唔是自私的爱家己，爱别人照咱的意思。咱是阮家己，甲人拢照上帝的意思，因为上帝伊才是真正完全的，照你所说完。上人的溃烂，用上人的疼来去爱阮四周的人，阮就要来领受主你对阮真正完全的赦免。互阮对呾以后，无阁换去惊吓中间。当阮看到阮所对不起的人，阮无法度家己回失礼，无法度定心开始疼伊，亲像逐项代志拢无发生过，因为主你已经帮助阮，互阮顶头生。假如一个新的人，我都重新做家儿，重新做丈夫，重新做妇女人，重新做老爸，重新做老母，因为阮是你全新的人，求主你祝福阮，听阮的祈祷，来祈祷上最后所的名求，阿门。牧师的进度，求主帮助咱，会当真正因为伊的疼痛，咱会当来爱咱身边的人。咱即摆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。咱做位徛起，咱用话语来用这首诗歌，我们爱。世界不一样。
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唱，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你和我，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唱，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唱，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。